对他修这棵树，把这把修掉，不能干活连，这是外国人家。整个把这阵儿都砍掉。猴哥今儿干活，这是印度人，干猴哥累了，给拿的水果让我们吃，这人很好的，印度人，好点水果，活
黄瓜，那还有鹰豆，就叫黄瓜，拿着盐，让我们蘸。拿着盐，印度人吃水果可能蘸盐。今天活也干完了，就是修这下雨，我们来顶着雨干的，怕下雨不好干，明天长房顶都给你修完了。有的人问猴哥为啥修，就长了水槽上面了，不给你修完了，我们这仨都干完了。好了，来吃点，歇会儿。整个干的造的这些大枝全没有了。